今天有华府的同学、费城的同学、达拉斯的同学，还有各地同学，都在电视机的前面。大家好。大拉寺的同学们请坐。以后在我们没有播讲之前，大家坐下来念佛就好。我看到诸位站立这么久啊，我们也心里不安啊，大家请坐。我收到费城净宗学会的传真，很欢喜你们也能够建立双向的技术。昨天有同学告诉我，夏威夷净宗学会也要建立双向技术，这样一来啊，许多地方我们每天在这个时候啊，都可以一起见面。如果有修学的问题，也可以直接来讨论。昨天你们同学们提出了一个问题，说在念佛堂里面念佛，心地可以保持清净，但是回到工作场所，功夫没有办法保持。这是一个大问题，也是我们真正期望在这一生当中修学有成就所迫切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功夫不能够保持，这里面有两个因素。第一个因素是我们无始劫来烦恼习气太重，自己没有能力克服自己的烦恼，所以才会有这个现象。第二，就是祖师们常讲的，我们生死心不切。为什么生死心不切呢？对这个世间认识不清楚，不知道这个世间是虚幻的。《金刚经》上讲得很好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我们今天在网络上双向见面，佛在经上讲的事实真相，我们更容易体会。我们面对面是在画面上见面。在画面上谈话，诸位想想，这是不是梦幻泡影啊？这是不是一种虚妄？从这个地方体会的，从这个地方觉悟了，然后要知道，即使我们面对面还是虚妄，
还不是实在的。实在的东西有没有呢？有。我们决定见不到实在。到什么时候见到实在呢？我们的妄想、分别、执着全部都放下了，都舍弃了。净宗法门里面所说的一心不乱，什么时候我们到一心不乱了，真实的境界就现前。在佛法里面所谓是一真法界，我们的修学功夫修得再好，定功修得再深，心里头还有个一真法界，就见不到一真法界。所以佛在经论里面常常给我们讲啊，四禅八定功夫相当不错了，相当好了，为什么还见不到一真法界？妄想分别没扶住啊，烦恼是扶住了，妄想分别没付出。等到成就第九次定了，九次地定了，这个超越六道轮回，超越三界，生到四圣法界，声闻缘觉菩萨佛啊，这个佛是十法界里面的佛，天台家所谓的藏教佛、通教佛，也没见到真实啊。什么原因？他的分别妄想没断。必须再努力，再用定慧，把分别断掉。分别是尘沙烦恼。再破一分无明，无明是妄想。这样才超越十法界。你见到真实了，与诸佛如来果地上境界相应，这是何等的功夫，我们今天丝毫定力都没有。所以要懂得在一切环境里面克制自己的妄念，克制自己的分别，克制自己的执着，这些都是佛法。能够克制自己，功夫就能够保持，不能克服自己，你的功夫就不能保持啊。所以古大德知道凡夫习性很重，很难克服自己，这才提倡一众靠众。这个意思就是提倡大家在一起共修，互相警策，互相勉励，用意在此地啊。一个
如理如法的道场，修学的道场。我们希望建个样子，希望将来其他各个地区都能建戒心相应的道场。每一天讲经不中断，念佛不中断。最适合退休的同学，你们把工作统统放下。所以在此地长期参加念佛，几乎一堂课不缺的都是退休的同学们。那么有家庭的要照顾家庭，有工作必须要去上班的，这些同学们他们利用空档的时间都到念佛堂来念佛，所以现在念佛堂的气氛非常好，无比的殊胜。也正因为这么好的一个气氛，现在人讲磁场，也吸引住许许多多同学们，非常欢喜进入这个念佛堂。进去之后，同学们都不想出来。所以这样的道场，如果能住上半年、一年、两年、三年，没有不成就的。我们在《净土圣贤录》、在《往生传》里面看到许许多多往生不退的菩萨，他们念佛的期间多数是三年，由此可知三年就成就了。也有一些同修读到这一些文字，提出疑问来问我，他说：“法师，是不是他们这个念佛三年呢，寿命就到了？”他问得很好，我告诉他：“未必，哪有那么巧的事情呢？哪过过到三年的时间都到了？不是的。那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他的功夫成熟了，他可以自在往生了。凡是功夫成熟的人，如果不往生，还留在这个世间，给诸位说只有一桩事情，什么事情呢？度众生呐，还有一些众生呢，跟他有缘，他可以帮得上忙，他会在这个世界多住几天。如果这个地方众生没有这个缘分，他为什么不早一天去呢？我天天向往西方极乐世界，天天念着阿弥陀佛，早一天见面多好呢，何必机缘到了还要多拖几天？那你这个诚意就没有了吧。所以我们是想去去不成，没有办法了，这才拖时间呢，拖日子啊。如果要有能力去了，那不赶快就去了啊！尤其是这个世界，诸位要冷静去思维、去观察，这个世界人苦啊！你知道我们自己生活、工作苦啊，那些做大事业的人比我们更苦啊。
你不了解。这几天有些同修买了一套录像带，我看了一下，冷战石墨啊，讲最近半个世纪这个每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我看了之后，哦，他们生活太苦了，操心太多了，忧虑太多了啊，在那么高的地位，天天预防这个世间要发生灾难，特别是人为的灾难，如何想尽方法来消除？啊，我看了之后啊，一个国家、一个团体领导人确实不简单了。啊，不要看到他们地位那么高，啊，大企业家财富那么多，他们的日子不好过。啊，你要看清楚，看明白了，我觉得那些人的生活还不如一个乞丐的生活。啊，乞丐好自在啊，肚子饿了去讨饭，讨一波饭吃饱了，没事了，哪个地方可以躺着睡觉？啊，没有忧虑，没有牵挂，什么都没有，你说这个多自在？人最痛苦的，烦心的事情多，忧虑的事情多，牵挂的事情多，这个日子就不好过啊。如果能够学佛，那是大福报啊！所以我过去在美国曾经劝过同学们啊，如果在美国这个社会里面，我们工作能够节省消费，我们一年赚的钱足够两年三年来开销啊，所以我就劝导大家，如果你真聪明，你一年拼命工作赚钱，两年休息，就不要工作了，我生活费用有了，这两年当中了，专心念佛啊，那你是有智慧的人啊，你是有大福报的人啊。两年过后钱花光了，再去找工作啊，那你要问工作不好找啊，到那个时候能找得到吗？决定找到，为什么呢？佛菩萨保佑你啊，啊，你要相信啊，佛菩萨决定靠得住，这个世界靠人靠不住啊，靠佛菩萨是决定靠得住的。但是你必须对于佛菩萨有坚定的信心，如理如教的修学，哪有不成就的？那么这样也是保持清净心的一个方法啊。总而言之，保持清净心最重要的原则，第一个，心要有清净心，坚定的信心。舍利娑婆，求生净土，真心的。啊，第二呢，决定不受世间的诱惑，事出世间一切法都能够放得下啊，事出世间一切法中只取我所需要的，知足常乐，绝不过分。
你的心就是定的，是清净的，清净心才能够长远的保持而不会失掉。这一点非常重要啊。过去这些修行人他们能够成就因素就在此地。能够克服自己的欲望，克服自己的妄想，真正做到《金刚经》上所说的不取于相，如如不动，也就是我刚才所讲的取我们所需要的就够了，这才不受诱惑，保持清净心。时间过得很快啊，30分钟啊又过去了。今天画面呢非常清楚啊，诸位同修我通通都看到你们了。我们这边在座的同修也有将近30多个人。啊，跟诸位也等于在画面上呢我们一起聚会。啊，现在还有没有问题？师父，昨天那个问题，在道场中念佛很精进，回到工作的单位就开始懈怠，回到精进。这个问题我刚才跟大家讲过了。说得虽然是容易，做起来还是困难。这就是我们不能克服自己的脾气。那在这种情形之下呢，所以古大德以共修的方式来磨练自己的习气，所以才建念佛堂，才建禅堂啊，提倡共修。这共修的道场也要因缘具足啊，这个里面最重要的缘分呢，是要以出家人呢来带领。出家人越多，共修的人信心呢他就增长。所以出家人一定要发慈悲心，不辞辛劳在念佛堂啊领众。所以我们今天同修请问说什么是平等心，请师父教导我们如何修平等心。刚才问的怎样修平等心，这个很重要。我在过去教导过同学们，平等心是真心，平等心是佛心。如何修平等心呢？分别执着放下了，你的心就平等了。如何落实呢？我曾经想过一个方法，你们自己想想，你在这一生当中最讨厌的是什么人？最不喜欢的是什么人？最恨的是什么人？你把那个人呢，供一个长生牌位，供在佛像的旁边，拜了佛之后再去拜他，你能不能做到呢？这是
佛是我们第一亲呐，那是我们第一愿呐，愿亲平等，其他的事情都摆平了吗？你想修平等心啊，就要这样做，慢慢慢慢的，让真正冤家对头见了面，也不会起怨恨心了。你的功夫啊，就差不多了。哎，有些人告诉我，我做了，我把我的仇人冤家了，牌位供在佛旁边呢，我天天拜他了，拜了不少时候，可是见了面很讨厌他了。那是你做了，做得不错，功夫还不到家，功夫到家，见了面呢也很欢喜啊，也非常恭敬，把过去那个怨恨呢统统消除了，你的功夫才算是成就啊。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这个修怨亲平等，怨亲能够平等，其他的可以说五十啊，五四五十不平等。诸位不妨用这个方式来试试看，一个人在一生当中没有冤家，没有债主，一生当中没有动一个念头伤害别人，没有一桩事情破坏别人，这个是我们一生的最大的福报啊！我没修什么福，这个福报就大了，比一些刻意修福的人还要大，还要出生，来生即使不生西方极乐世界，也会得人天大福报。但是我们学佛的人懂得，人天福报不好想。为什么呢？享福啊，很容易迷惑，很容易又造罪业。享福的人不造罪业的太少太少了，很难见到，所以我们要有高度的警觉心，舍弃人天福报，求生净土，这才是最妥善的办法。我们在此地深切地期望着费城华府这个夏威夷各个地区把这个双向的技术能够很快地完成我们在此地都能见到大家。现在我仅代表这里的同学向师父拜个早年。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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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彼此大家都一样希望大喇嘛法缘殊胜，功德圆满，诸位同修这个健康自在如意，道业增长今天时间到了，就讲到此地谢谢谢谢大家，谢谢大家。